欢迎来到课后语法练习。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的练习。第一个部分的练习是，请将句子改为是非问句。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吧。第一个问题，西方也有这个说法。西方也有这个说法，要怎么改呢？我们来看答案。第一个，西方也有这个说法吗？第二个答案，是不是西方也有这个说法？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回家就后悔了。回家就后悔了，要改成是非问句。我们来看答案，回家就后悔了吗？还是，是不是回家就后悔了？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。下一个问题的句子是，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，我们来看答案吧。答案是，我不知道吗？还是，是不是我不知道？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问题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商人把东西卖到西方。商人把东西卖到西方。我们来看看答案是什么。商人把东西卖到西方吗？还是，是不是商人把东西卖到西方？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部分的练习。第二部分的练习是，请将句子改为否定句。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吧。第一个问题，我喜欢那句俗语。我喜欢那句俗语。答案是，我不喜欢那句俗语。我不喜欢那句俗语。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。这是一个好问题。这是一个好问题。怎么改呢？答案是，这不是一个好问题。这不是一个好问题。我们来看第三个句子。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答案是，你不知道吗？你不知道吗？我们来看下个问题。下一个问题，我想过这个问题。我想过这个问题。我们来看答案是，我没想过这个问题。我没想过这个问题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部分的练习。第三部分的练习是，请将句子改为否定疑问句。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中文真的好玩。中文真的好玩。这个句子怎么改呢？答案是，中文真的不好玩吗？中文真的不好玩吗？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。我常买便宜的回家。我常买便宜的回家。
答案是：我不常买便宜的回家吗？我不常买便宜的回家吗？下一个问题是：西方也有这个说法？西方也有这个说法？我们来看一下答案吧。答案是：西方也没有这个说法吗？西方也没有这个说法吗？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，真的很有意思，真的很有意思，应该怎么改呢？答案是：真的很没有意思吗？真的很没有意思吗？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教学影片，欢迎你们帮我们分享、按赞还是订阅，那我们就下一课见咯，拜拜。